有老铁一直想看我抓一条八爪鱼啊，这我今天呢来到海边，把前两天下的地笼子给取一下，看里面到底有没有八爪鱼。我的天，这个八爪鱼这么大，这八爪鱼够个吧？有老铁一进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八爪鱼，反手就是一个双击。有老铁喜欢赶海抓海鲜的啊，反手就是一个关注，双击关注。好了，朋友们下午好，这是大海边上的一口枯井，听说这里面的螃蟹啥的都特别多，咱们今天拿了个地笼啊放到里面，哎，还真有货了，看到没有，皮皮虾，哎，还有螃蟹嘞，刺激不？感觉刺激的，给老弟留下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啊！5点左右赶海直播了，记得关注我，看我直播。来吧，朋友们，晚上好！有没有认识这是个什么东西的？跟个 UFO 一样。其实这是那个海胆的壳啊，我们把它剪开来看一看。有的人你跟他要双击，他也不会给啊；有的人一进来就会给你一个双击，因为他知道，双击评论加关注会增加账号的活跃度，导致开通直播。双击关注，看我每天直播。海葵是大捕神器，只有每个月大潮的时候才能出现。这一朵海菊花特别的漂亮，吃过的老铁扣个一，没吃过的扣个二。有的老铁一进来会习惯性的留下一个双击，而有的老铁一进来他就不给你双击，就不给你双击，不给就不给吧。加个关注，看我每天户外直播。有很多老铁都问我说，这大八爪鱼它到底要怎么吃啊？其实很简单的，就把它这个牙呀给它抠去就行了哈，其他地方就可以吃了，唯独这个牙呢它是不能吃的哈。这整天跟你们要双击啊都不好意思了，这个作品就不要了，记得加个关注来看我晚上7点半左右赶海了。